先到里面，好，先介绍。你都是这么在跟人家讲话。灯，这是马祖的那个、啊。是啊。我们去马祖拍的时候这样，就是石头上的。怕那个大陆。来，这一个哈、哦、就是石头啊，如果怕别人登陆的话，他们就会在石头上面用很多的水泥跟玻璃碎片。好、哦，这样子敌人的话，伞兵部队要降落，或是晚上要起来，要过来偷袭，好、哦，就会被这种割伤。哈、哦，那很多我们金门有很多的这些军事防御设施。哈、哦，来看这边好了，这边统一跟你们讲。来，在我们金门这边，第一道的防御设施是什么？这一个东西。这一个东西叫做鬼条栈，也就是我们做铁轨的材料，把它削尖，然后下面我们用水泥把它固定。好、哦，涨潮的时候，这一个鬼条栈就会被海水淹没。好、哦，这一个时候敌人的船只如果哈、哦，或是战车、坦克这一些要利用涨潮的时候抢滩进攻金门，就会被这种鬼条栈阻挡。好、哦，也就是来后面有没有看到，那一个就是鬼条栈。哦，我们海边整个金门的海岸线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。再过来，有没有看到铁丝网？铁丝网到海边这边就是以前的地雷区。在金门以前，整个金门的周围，哦，我们都有埋上地雷。哦，那不能够随便进去，哦，因为会爆炸。哦，那这些地雷现在我们都清除掉了。哦，但是我现在常常在讲啦，来金门海边还是不要随便乱走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军方说清除掉了，但是有没有干净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哪里？哦，有清洁啊，我清洁我就不知道哈、哦，来，再过来这一条就是护城河。哦，在以前我们阿兵哥的营区周围，我们都会挖一个很深的壕沟。这一个阻止敌人，不管是战车或是人员进入，就会，哈、哦，你就不方便进去啦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们都会有这一个护城河，哦，然后这一个是什么东西？一根一根的，来，就是这一个，在以前我们平坦的地方，都会放上这一个东西，也就是水泥柱上面还插了三根铁条，这叫反空垫砖。哦，也就是哦，这个阻止伞兵部队降落，因为伞兵部队最喜欢的就是在平坦的地方，所以以前我们大概在每隔10公尺就会放一根这种反空垫砖。哦，不过这一个也造成我们农民耕种上的一个不方便，所以现在大部分几乎所有这些反空垫砖都已经清除掉了。哦，现在几乎。看到可以看得到的很少，还是有，但是比较少的哦。那这一些东西就是在我们金门一般在海岸线常有的一些防御设施，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、所介绍的这一个。那在以前，如果说你有看到种了很多有刺的植物哦，比如说哦，这个仙人掌啦、啊，哦，还有琼麻啦、啊，哦，还有三角梅啦、啊，哦，啊，这一种东西有刺的，哦，你就知道，啊，这边就是营区了，因为营区周围都会去种这些有刺的植物，哈、哦，来，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一个地方，这一个地方是迎宾馆，也就是以前我们在招待外宾的住的一个地方，哈、哦，来，走到这边来。来，走到这边来，听到我讲话是不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大一样？来，现在我们进到这边，又进到坑道里面。没有。这边是一座小山，跟我们走边去看的宅山坑道一样。啊、哦，
那这一个地方我们要招待外宾，外宾来金门这边，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就这边做了这一个迎宾馆。各位刚刚在门口有看到邓丽君的照片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以前邓丽君就曾经住到这边来，这边还接到接待过，像以前新加坡从英语光要来金门的时候，也是住在这一个地方。以前有很多的绕军团来金门绕军，他们都住在这一个地方。好、哦，等下二楼的话，有一些。以前邓丽君来金门，好、哦、绕军，我们也都知道邓丽君常常以前的话，常常到金门，到各地去绕军啊。金门也时常来啊。他二楼那边就有一些邓丽君以前好、哦、绕军所留下来的一些照片。好、哦，那这边是招待外宾的。其实我们这一个迎宾馆，它的占地面积有6700多平方公尺。好、哦，它里面以前有31个房间呐、啊。哦，它里面那个长的话大概300多公尺，还有31个房间，有886个床位啊。哦，但是目前、后面的没开放，就只有开放2间给你们看看。我们来看看这2间房间以前长得什么样子。哦，我们也是保存它的原样。哦，来看一下，这一个是校旗卫旗的房间，也就是阶级比较低一点的，他们是住这样子的房间。来看一下，啊，来再过来就是将官房，阶级比较高的，